当开天窗，脑洞大开。这个一天，小李又约了老王出来吃咖啡。小李，最近在好吗？日节在差不多，就是有点心痒痒的纠结，想听听侬的意见。哪能了？侬上趟让我明白，信仰不是水陆同归，但是我觉着要信也要信中国人自家的教，不要去信一个洋教啊。侬的意思就是中国人应该相信佛教才对？不是吗？但是佛教原来是印度人相信的呀。哦，对呀。假使是真理的话，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作的，就像是英国人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，全世界侪接受。美国人富兰克林发现的电，侬要不要用啊？电灯、汽车、飞机，当然侪是美国人发明的。阿拉现在连得开搿些物事吗？这个嘛，再讲个严重的，阿拉搿辣马上医，能勿靠西医开到活命啊？没办法，有种毛病只有西医才医得好。不过，搿才是科学。现在阿拉讲的是信仰啊。没错，不过呢，科学帮信仰侪有个共同点，就是讲究的是真理，不受民族、地域、情感的纠结。侬讲了有道理。